订阅 YouTube 频道，点赞我的影视粉丝团，跟追踪我的 IG。啊，呼呼，大家好，我是萤火虫。哎，原来是你没进哦。喂，打雷啊！拦下。啊，打雷又怎么样？打雷 CSS 可以开啊。哦 ，YJ。你家网线 被打断了，不会装个避雷针啊？你家是没有避雷针，是不是？我教你一招，以后打雷你就去顶楼拿雨伞，这样就不会打到你的网路线。这样就不会打到网路线。教你了，那也不能玩了，可以玩，然后能不能玩？等你医好了就可以玩。欸，不要说，顺便打雷打一打，打到你就变超聪明了，你就变成比尔盖茨，对不对？什么不能玩而已，干你、啊、直接买1000台电脑回来玩也可以。500 Ben 交给我，高雄第一大 G， 手逼，不要来。去你妈！昨天生日2次，这个人真是垃圾了。操！退完了，为什么不退？我不是守不住就退吗？两个孩子硬要守啊，在跑步了嘛，退一下会怎么样啊？奇怪，哎呦，守不住就硬要跟人家刚，妈的是刚的赢是不是啊？哎呀 ，B 点怎样啦？为什么一个人站在警家，然后包点死啦？什么意思啊？啊干，有人冲进来，那个警家那个又不打人，警家那谁啊？他在棺材支架哦，啊，他直接被秒了，狗烂呢！不要那妈，每次我都要打回防，好不好？干你啊！我手逼他们就不来，我不要再回防了，我要死守一个点，镇压庄园，我就手逼，我就他妈死守逼，受不了！看怎么大家拿带套的。什么意思？五个带套枪。今天的我就死守 B。你可以再回啊。还没进。两个吧，好像都要枪要到了。
所以在木板那里。哎，不回防，死的都不回。这是我们硬汉，硬啊！还有一个吧，丢个伞。数位，数位，数位。两个吧，两个就要到。有没有什么伞啊？干你娘嘞！他妈只是问你而已，你他妈的，你不用死。公司他妈只是问你有没有闪，不要那么乱丢好不好？妈拉弹的声音就被他听到，他就冲出来了，你是白痴吗？我只是问你有没有闪，有的话我会跟你说要怎么丢，干你要问一下而已，他妈那么紧张。我们两个站在这边，你丢颗闪有什么屁用啊？操！你好歹也等我摸到墙面那边，叫你帮我丢颗闪再丢嘛，装包啊！那个奈，没人装包啊，干！啊干，为什么要装 A 包？不会装蛋身蛋点里面的包吗？哎呦，跳给你怎样啦？不是不想赢了是不是？好啊，不要赢啊，干你！从这一局开始他妈就开始 rush， 操你妈的！不用借口这么多啦。是为什么装？为什么谁装包的？为什么那时候会装 A 1包啊？是低能儿吗？啊，不管装哪里，装恐怖箱会被抓掉。干你啊！你们这些队友是在干你们有四个人呢、欸，四个人保护一个装包的不行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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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起来！干嘛？你这个是鸟烟啊！我操！哇，这个人到底在干嘛？把我点上面了。天哪，快疯了！这个紫色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他妈你在 A 脑不架子？你要低头吃，低头吃便当，又要再抬起来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的战术是没看懂。一个 A 一个 B 吧，一个刚在还在沙包那一招啊，你可以不要每次拉弹的时候都站在这么空旷的地方，你可以先找个掩体拉完插销之后再走出去。妈的，走在大马路上他妈拉插销，啊班长没教你啊，搞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在这里？切！我还没死欸。想到右边贴墙，就有一只在想到右边贴墙。二转二转，直接走直接走直接走。天哪，这样装不怕逼点回来吗？他被夹击了。
逃。二十滴。你 YJ 你的操作的，你不是每天都在看那个 Monkey 玩吗？他是这样操作的吗？不要疯了我！不是，你怎么会就这样走位，这样拉弹啊？我要升什么术啊？Welcome。 A 有一个。也要一直卡。哦。哦。我真的会。到底要干嘛啦？你就跳啊！你怎么一直卡、啊？你卡在那边，你卡在那边，我要怎么帮你补枪？你就跳下去嘛，跳下去，你跳下去低头吃便当也可以啊。为什么你要在那边一直卡我啊？你干娘，你要拉，你要拉又不让队友补，你是无言，看不懂。我现在准备出来玩 Gigo 丢了啊！你们上台还是安暖？